Thank you.
前的400公尺接力赛，其参加的单位请至铁路库填写办事表，请至铁路库填写办事表。不要凹断了，会不完整，要去完。还有我想给100公尺，还有200公尺进入决赛的下午的赛事的，都出来了，好麻烦，是我们的，所以台下都每一个是否有进入到我们的决赛？好棒啊！请问是点到蓝色的彩带啊？因为有看到的选手，可能不大适合，因为小孩子他们的这个还有他们的肖像权的问题。家长都在旁边公开活动。没有没有，你可以拍人，但是你这样子直接拍摄人是不行，你再唱一下真的是不行的，不是说公开活动再来家长在哪里？你是学校老师？是的。你校长在哪里？怎么了？什么事情吗？啊？那我可以请那个这边主办单位来去吗？可以吗？那你但是你已经拍摄这样子是不适合的。你是家长吗？不是，是我带过来，我要负责任。你是还有乡公所带队，不是你学校带队吗？那我们可以确认。今天是全国太阳运动会，有拍太阳雨，怎么了吗？什么？不是，我是说你想要做什么这样子？你干嘛那么在拍母语啊？拍母语。今天很多记者来，不能拍吗？自媒体不是我，你要拍没问题。那请问有没有授权书？什么叫授权书啊？原来你不知道，你常拍，你不知道有授权书。那如果我这样拍你，你觉得适合吗？你还有什么事？你讲嘛，好吗？你讲嘛，那你讲嘛，你跟我讲。你不应该拍我，真的是不可以这样子，先生，你真的不应该，不要紧张，我们也要特别恶意。调整一下去了，到底下了。我要用把的啦。拉的，怎么拉的？不行，还不够，还不行。还要继续拉的。你把这不完整一片。焦点都在你身上了，喂，别这样喂。OK。问一下，你会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？随便，字都可以。嗯，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简单的一两个字呢？谁会？因为没有啦，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要准备资料要学啦，都还没开始上课。对，我们已经失落很久了啦，最近几年才慢慢在恢复，找回来那些。主要分布在刚刚说那个什么后龙镇。后龙镇新社。新港社。哦，新港社。那个是母语怎么会？母语是今年才设计说要念的。哦，之前没有，但是有组成单位，推一些文化就对了。有。哦，母语就是比较晚才弄。对，因为我一直想要进入那个原住民族。所以我们昨天有七八百族，他们也要争取进去啊。
平埔族的现在也说很多要争取进去啊。他、可能我们基地，因为我们已经跟平地的同化。那你有没有平埔族的名字？道卡斯族啊。母语发展的比较，母语发展的比较晚。对，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，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。100多个字。对，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，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，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，所以一些有没有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，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。选手之夜不要坐别人车回去，不听我的话，赶快。奉欢迎我们小丽的选手来领取你们获奖的奖项。有没有办法了？要进来。那个舌吻怎么讲？亲嘴后舌头的那角。哎呀，玛丽，你不是玛丽啊？我的是你哦，这样拜托牛，这样子、要看那个水，那个安奶奶。那个台湾话怎么讲？那玛丽，玛丽跟玛丽哦，玛丽，玛丽舌头脚怎么讲？脚米赖，米赖玛丽。这一节不行了。心术不正啊！那个喉咙怎么讲？喉咙，喉咙，喉咙，很深的喉咙怎么讲？很深怎么讲？不要讲。你在搞露出了哦，那有的女生很会吞那个乌德斯，吞很深，那个吞到20公分。对，他说你给搞露出了，他可以吞，可以吞到这边，到这边男生就很舒服。对，但是他会吐。对，有的很厉害，我都知道，有的很有经验，厉害。我们这边没有太阳这边啊，我看你们花的应该有吧。那种高马大，有的可以，那嘴巴怎么讲？那呱呱，有的可以没就那呱讲哦。可以啦，我那可以啦，哎，有啦有啦，可以的啦。
眼睛怎么讲太阳话？不要不要不要。鼻子？裸话裸话裸。嘴巴？裸话裸话裸。好，那个跌倒怎么讲？打了，哎，打个一下，打个一下。很痛。那个刚刚中午有吃饭，吃饭怎么讲？你们怎么那么强？很饿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七八十岁的还有人在吗？七八十岁的有，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，对，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，对，然后所以他们最近道法师，我们有成立一个那个道法师的研习班，一百个单字而已啊，对，只剩下100多个而已。那所以现在有没有？现在我们目前刘敬雄老师有没有？他有在进去博物馆里面有没有在找相关于有关于我们道法师的文字？比方说像泰雅族、阿美族，有些年轻人不想学母语，有没有碰过这些小孩？没有呢，没有，对啊，很多呢。可是现在抽问都很多不会讲，而不想，我有问啊，我说为什么不想？他们不是说不会讲，而是不想讲，因为现在小孩子出去都很不会讲。可是我认识的啦，因为我认识的，像我们，如果像你碰到他们不想学也不会讲的话，你会有什么观感？我是觉得这很可惜的，因为这是一种的文化传承，有没有？如果流失掉，真的很可惜。对，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？我们现在很重视这个，所以我们的部落里面有没有？现在就慢慢有没有在找回我们流失的那个文字？这个服装也是有老师考究设计的。对，有他，我们这是依据有没有？我们道法师的有没有？道法师的那个像我们这个有没有？这花纹啊什么都是道法师有没有？那些祈祷遗留下来的那个。天人永远需要耳麦的，需要耳麦的话，请提早到义工这边啊来讲，要讲是哪一个单位。粗啊！木屑怎么讲？哎呀，太难了，你得算他。你在那个什么？武汉的。
就是那个血一个，那里说他是武汉，对，武汉，武汉，武汉。他刚刚有的句子会断掉，断掉怎么讲？完蛋输了，去的硬筋大的，硬筋喷筋，24小时硬的，2小时让你的女朋友嗨，4小时让你的前女友嗨。瞬间让你烦他24小时都踢的，我叫你说什么，你给我说什么，我没有说那个色，那个色色灵。烦啊，就是要好像这只狗一样，他哦给他吃了一个药丸，然后速度很快哦，太饱了，还喷漆，他喷的都尿了。啊！等一下看。那个句子，有的句子新的或磨过的句子很利，很利怎么讲？海浪，海浪，很钝呢、啊，很钝，差不多了，没有，就是不利了，不利了，对对对，磨磨刀怎么？如果是要磨一磨，怎么讲？磨刀要把它磨利啊，磨锯子把它磨利。我叫那个男的。老板，兄弟们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拍这个，等一下再跟你们请教。好，叫名字。好，仁爱乡，我是仁爱乡高正光。正，立正的正，光明的光。正式的正。高正光，等一下名字介绍一下。啊，对吧？瓦少，瓦少伊玛，瓦少刀金，刀金，瓦少刀金，青爱村，我们是翠卵部落，哦，翠卵村，哦，翠卵，啊，仁爱乡翠卵村，是那个马里巴上面那个吗？对，最危险的那个部落，对，就是、很多断层啊，对，断层，而且那个路都是一年四季都是哎土石流区，好，土石流怎么讲？等一下话，对了嘛，好多天天的。大眼睛，巴鲁多，巴鲁多嘞，巴鲁个弟弟，巴鲁多，巴鲁多嘞，巴鲁个弟弟，还有能还要怎么样呢？接着，厉害了，很喘，很喘气，摸呀，你就摸呀，盖住那个，留盖住那有的时候我快死了，好硬气的啊！加油，怎么讲？六个，各位名字，高正光，你怎么念他的名字？不是你的，高正光是这个，打一
英名字叫什么？维朗，维朗，维朗一马，维朗多嘞，维朗多嘞。你都念人家的，你都没念自己的啊？我没有了，我是从不分区的那个。都仁爱乡了哈。对对，都仁爱乡。改天再去拜访。我是他的工人，我们最近那个被高丽菜。你们那个最近协会，协会很多那个单子放在网络上，我看到。有。有一个不知道谁做的，每日一字啊。哎，主持人哦。改天再跟你请教母语哈。好，我们开始啊。好，我们开始啊。好。过来。有。妈妈锯那个太粗了，说太粗了，我受不了。接力计时决赛都要从田野出山到起点，都要到捡路山那个什么出来田野出山。那个木头很直哈，很直怎么讲？很有呗，好呢。很长呢。很多有呗。啊。好，那先录这边好，再录下。棒啊！弟弟，棒啊！弟弟，弟弟是什么？弟弟，我那个哦好，我来问一下哦，你现在几岁？十一岁。我十一岁怎么讲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几岁？十一啊。我十一岁怎么讲？我十一岁哦，十一岁不知道。你几岁？哇，十岁、啊！我十岁怎么讲？我不知道。好来，我是男生怎么讲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是男生怎么讲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不要吵，不要吵。我是男生会不会讲？不要讲啊，不知道。会不会？我是男生，会吗？不会。啊？应该蛮离贵。有正确吗？好来哦。那个他给你放上去，你讲什么话就听到了。那个，我喜欢吃妈妈煮的菜，谁会讲？我喜欢吃妈妈煮的菜，谁会讲？妈呀，妈咪。啊？妈咪吃饭，拉你滚呀呀，大妈。再讲一次。拉你滚呀呀，大妈。好来，旁边鼓掌一下啊。尖叫！好，那个爸爸喜欢上山打猎，谁会讲？爸爸喜欢上山打猎，有没有会讲的？爸爸喜欢上山打猎，有没有会讲的？你会讲吗？不会。做爱怎么讲？有肉，有肉。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不理智，不久也可以啊。哪里去？那女生的怎么讲？不举。那男生那个睾丸怎么讲？阿拉来。勃起那个怎么讲？打嗝。射精要怎么讲？怎么打？男生打手枪那个怎么讲？就是没有讲，也可以讲说母三母四。母讲很爽那个字怎么讲？爽啊！啊，很色，麻烦。看谁的记录比较，比较。因为我们在做一个性的动作哈，所以各组各队各乡各区加油！哇，还要用直的，对，一步都很辛苦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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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但是哔哔哔哔哦但是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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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哔哔
是。